我们现在在那大英博物馆啊，24号馆，从埃及馆出来往24号馆去的走廊里边，这儿出现了一个铜制的东西，黄铜的。哎，这是什么呢？看上去像不像汽车的引擎盖啊？这是大英博物馆委托海达艺术家做了这么一个东西，寓意是什么呢？现代和过去的一种的思维的融合和撞击。铜呢，在海达那地区啊，只有酋长能用，酋长的盾牌是铜的。这会儿呢，拿来做引擎盖呢，是因为现代贸易，汽车已经进入了印第安地区，等于是现代和过去文化的一种冲击。而上面呢，用着是海达人的传统的图标模式，把这种呢现代和过去古老传统的冲击呢，完美的体现在这儿，展示了过去的传统呢和现代的艺术的一种融合的象征。这是呢大英博物馆呢委托定制的，2011年送进大英博物馆的。不觉得